OS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oy 红林。那我这周要分享教学的动作是在大地板中基础中的基础，那就是跳转。如果说大地板的心脏是鞍马，不会六排等于不会排腿的话，那我可以说跳转绝对是身为 BBoy 必须要会的超级基础动作。无论是大地板的连接或是小地板的套招里面，都可以看到这个动作的出现，算是一个必备又实用的动作。那就算你没有任何的 breaking 基础，你也可以玩玩看这个动作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教学模式。那影片的后面我再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有多实用。首先先确认预备动作有没有错误，挺腰，记得做跳转腰要一直保持挺着。再来脚掌踩满，常常看到很多新手排腿练一练，连跳转都用脚尖做，这样做起来会有点吃力，而且还会有点危险。那预备动作练好之后，接下来照着以下四个步骤一步一步的练，应该就可以练会了，应该啦啊。第一个步骤，换重心，把重心从右手换到左边，左手接地，在换的过程手顺势划过上方。第一个步骤练熟后，进入第二个步骤，上一个步骤加上左脚往上踢，在做这个步骤会觉得很卡很不舒服，但为了让你了解下一个步骤会踢左脚，所以如果你已经很清楚了，可以直接略过这个步骤，直接跳到下一个步骤。接下来重点步骤，步骤一加二再加上往上跳，翻身过去右手顺着接下去，这个步骤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练手，可以帮助下一个步骤进展得更快。最后一个步骤，翻身，左手右手接到时，重心放在上半身，脚顺势回到跳转的预备动作，这样就完成一圈了。记得腰千万不要掉下来。那一圈练熟后，再来练习续圈，双脚续圈、单脚续圈，还有面向的控制跟脚的形状。忘记说，这个影片是以右撇子为主，所以如果你是左撇子，或是大地板是另外一边的人，影片自行反着看。练好跳转，除了可以强化你的身体素质以外，还可以让你更轻松的去衔接任何动作，不论是大地板或小地板都非常的适用。甚至你可以把它练成你的，变成你的专长，去延伸它的各种变化。然后，如果你有朋友问你说：“欸，你不是会跳街舞吗？秀一下。”那你就直接跳转给他出一轮就对了，算是一个不太困难但看起来又很炫的动作，非常的实用。 OK， 那以上就是我这周的教学影片。那如果喜欢我的 breaking 教学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支持我一下，让我有动力可以继续制作这类型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周见啦，拜拜。